4号粉丝提问：什么武器急需增加射速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会想到哪些武器呢？下面要说的就是急需增加射速的三把武器，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 VSS。VSS 作为不少老六和萌新都很喜欢捡的武器，属性却很差，不光伤害低，作为全自动武器，子弹射速还很慢，加上弹容量只有20发，急需光子增加它的射速提高爆发，拯救喜爱 VSS 的玩家。2 SL897 SL897 作为吃鸡的初始武器，在同类型武器中太弱了，不光没有特殊机制，并且射速还排在最后，光子正应该增加它拉栓速度，以此来增加它的射速，不然在霰弹枪里毫无存在感。3 G36C 作为雪地里的专属步枪， G36C 其他属性都还不错，可是唯独射速属性至少比 M416 低 20%， 在其他属性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，这个差距太夸张了，急需光子加强射速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3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